南无消灾延寿药师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，南无消灾延寿药师。南无一切法师，菩萨贤弟兄，大家消灾吉祥。每一个人拢来这人间，拢会结善缘。那么在善缘中，你的事业、家庭、你的法味，带动佛法，带动事业，带着这人群，带动着这囡仔事实，拢要安怎去修行？要安怎启发着伊的法体充满？这嘛拢介重要。所以说一定要上经入法，去了解佛在跟我们讲什么。哦，这经文在讲什么？佛法总不可思议的。啊，咱下面呢，要来讲这个第六大愿。药师第六大愿啊，愿我来世得菩提时啊，若诸有情啊，即心合法，诸根不固啊，修罗万物梦弄因啊。南无白罗白那天光啊，种种啊病苦无我明记啊，一切皆得断尽下位，诸根顽固无住一苦。咱念佛了，伊第六大愿啊，即个地位较无好个，伊若有心要念，伊嘛是会有地位呢？为什么？地位是咱众生的迷惘甲砍掉，伊才会无地位的，因为伊无相识啊。但是好的物件是光明的，才地位法的。虽然咱的加持啊，也生地位啊，也生地位啊。一寡耳孔重的人也好啦，甚至啊，耳孔重是关照你的嘴尔，但是伊。本身啊，有的人，咱咧讲啥，伊会听唔到，迄嘛算耳光重呢。讲东走西，讲西变东，对唔讲，对唔听，迄嘛是耳光重呢。口啊，讲出来会害到人，这拢嘛是口业呢。啊，念佛敢无差？念佛自然得伊个道道啊，教阮识见。因为伊有修行啊，伊有修行，伊咧讲了，你有叫念佛啊，有花时间念佛啊，三万佛、五万佛，伊有念啊，伊有咧改善呢。你看讲啊嘛是迄个个性，咱看是即个个性，但是。伫个内在，即块 IC 板早就一直咧洗毒啊！伊拢也无改，毋是无改，是改真济，咱无看。咱众生要有一个认识，若较有修持就改，较有修持，伊就咧进步。念佛就像咧个性个科比啊！鸡仔咧毒就同款，你看伊啊，一毒个毒个也无啥了开啊啦。但是你敢知影，伊是拼性命咧毒啊，要脱颖而出啊呢。所以讲，伊若有虔诚咧念佛的人，伫有形诶，咱会看解手；但伫无常啊，即天龙八部啊，即无常，伊会感觉讲真正咧转法轮。这点爱有认识，无咱佛教的人讲，啊，修到咧修，拢也无咧改啊，有咧改，害人个业障遐尼啊重啊，像个重重气壁安尼啊，无事业较紧啊，敢无改有啦，爱共面咧，啊，真正有咧改，真正有咧改，一个人，你甲看。伫面前，咱无看到讲，伊无改，毋过伊真正咧改。伊若有咧虔诚咧念佛，已经迄个爱心板有咧发味，有咧洗炼啊，有咧洗啊。所以还佫较宽化，你佫好啊修，你更改足济啊。伫面世动的当中，刹那间已经咧改啊，佫更加有信心，佫更加发咧发味，佫入味，佫更加好。
了，咱若念佛，伊个地台湾啊，即个病苦嘛较减毒，个苦真济，咱个苦啊，咱苦真济，个人苦、家庭苦、事业苦，无经济也苦，看到遐苦，咱苦百万苦，百万种个苦，啊，百万种个苦内底。有时候问伊，就是发达十二大愿，要众生得到利乐。所以讲，这个苦一定要不断的修持。袂管是要修偌久啦，啊，一百空八百一定，你爱了解。像咧食饭同款，啊，无伊是要食偌济啦，逐工食，同款意思。伊咧修行，逐工咱就是一定爱观照的修，替人想的修，念佛的修。啊，我若无念的时阵，看东看西，你看好景就是念佛啦。你替人想就是念佛啦。你去做微信就是念佛啦。有一旁无爱你念呢，你念足艰苦呢，无想要念呢，你念到规身躯。难死啊呢，迷惘啊呢，这念佛不是讲遐简单呢，念会压咱呢，反正这就无爱你念，会障碍呢。你若伫这念，搁有在着伫障碍，搁念过，无简单呢。艰苦嘛都念，你像佛七个佛七个佛七。不断坐伫迄时间看几档，啥物苦都爱吃呢？连咪遐咧疼，连咪遮咧疼，做者艰苦拢爱忍受，拢爱忍受好过。你若无一直忍受迄个苦，化为甘露，不断的修行，你毋知影众生即个苦。足侪人念念的，足侪怀疑的，啊念不落啊，嘛是艰苦啊。家也简单，菜好食啊，香歹收啊。啊，我都有咧讲，我有当时我咧讲啊，当时讲障碍尔，迄无念无代志，一个念咧，迄个全部，吼酸抽麻痹，含这肝胃肠病性肝做一位来，他较疼，憋憋断，吼闹这，啊你无过关敢会使？这过程啊。啊，念好过啊！一档、两档、三档、四档、五档，一定啊好过啊！啊，无咱讲出来，咱才会知影。你家己亲身无去体会，甲讲好念佛，我嘛知影足济好啊念佛，但是解济吼，对付解恭敬啦。但是吼，都毋知安怎啦，都袂晓讲呢。啊，讲偌好用，佛拢偌好用，我毋知要安怎讲，我家己真个障碍，好事该做对。这就是咱众生的迷惘在遮，因为你这是你家己个人的愿亲借助，个人内底你才修炼啊！你家己内底石头啊，家己内底干哪皮，你爱家己起起来啊！忽然，忽然发火哩，是要甲你过去遮无明的石头啊，甲干哪皮，遮一挂遮火焰山无明火，遮豆豆啊，你爱搬啊！你伫伫啥物伫搬起来啊？无啥物怀疑啦，上代等的都爱家扣啊，唔只清净，咱念佛唔只当看到咱来只无明的地界，烦恼地界、赤呀地界、作业的地界，看遐唔好、看遐唔好的地界，即拢是内底呢。看到即个人，看到即个无欢喜，遐拢爱扫除呢。内底后尾。内底这艰苦，内底拢爱家己念出来呢。你若无念，只要出来，你若看到这病苦，念了，搁再搁把这病苦变来甲抽出来呢？啊？啊念药师如来，真正会把这病苦、病魔死一条一条抽出来？会喏，那袂？会当甲抽出来啊？
一个有念佛的，甲无一个无念佛的，同款拢是迄个病哦，同款即个镜头。因啊十天，念佛的迄个两天一天两天就好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骨头啊，伊有念佛念到有一个骨头啊。这病魔师内底，这病苦酸痛麻痹，伊内底正正位一生，你到到你就怎内底分布伫底，你就当甲调出来。这内底有，这内底有机关的呢。这内底有机关伫内底呢，无形的会改电按钮呢，啊内底无形的藏呢，会藏伫内底呢。检查无病的藏呢？哈、啊，原来哦，肉是肉抽呢，肉是肉肠呢，肉胃呢，但是阴胃呢，阴肠呢，阴酸呢，阴痛呢，迄一堆啊，检查无病呢，走一堆，来想呢，佮讲出来啦，神经里面的病呢，秘在遐，秘咱神经的痛啊。念就出来了啦，用心念就出来啊！伊咪伫内底，真诶，注射，医生看都无啊，缩心做啊，生不如死啊，有做都介好用呢，毋过咪伫内底啊，未安那要食啥物药，食嘛无效啊，啊要安怎？欠伊坐啊，啊坐咪伫内底啦，咪伫神经系统内底，念都看到啊，遐烧的烧烫烫微微肿内底遐白毛细，你都看到，迄阵就看你安怎甲着，系你个啊，啊你若无家己啊，伊伫内底啦，啊反正我无念，我安尼甲过一天着啦，伊过去啊。嘛是搁藏伫内底啦，反正说是咱的啦。落地你看到你有咧甲念偌济，伊就气度偌济啦。啊，放下就刷伊啊，无可能伊会刷。伊咪伫内底偌久，就偌久啦。你甲念伊会出来，伊互你减除迄个罪障啊，足紧就好伊。啊，若无伊咪伫内底固形成一股的力量，伊就去念病啊啦。魔若搁念病，三分病就三分魔，就算六分啊。话讲啊，三分病三分魔就三分啊，无啦。三分病啊，三分魔是六分。啊，若五分病是五分魔是十分。恁啊，五分病啊，五分无十分了，搁内底啊，精神的压力，你看敢毋免十五分嘛？烦啊，压力重啊，食袂好啊，心情搁压杂啊，加上愈想愈气啊，变十五分啊，世间足苦呢。小可代志就遮严重。算唔知，伊伫内底甲砸，甲你砸，甲你烦。有当时也无人知啊，生不如死啊，慢慢甲你抽，像遐一支，就是针去甲堵伊来堵，行到地堵到地，像一块烦同款，行到地甲你烦到地，一砸。这拢是病魔救治，行到地砸到地，看人笑咩笑会出来。看人安尼，大家正欢喜，我免欢喜落来。这嘛种业障，这间伫体内拢无人知，烦恼无人知，病苦无人知，心情恶杂嘛无人知，无闲咧甲咱拖啦嘛，哪个无人知？这是种大困扰。咱老者病苦，要安然自在。伫厝嘛，当下功夫念药师如来，
头啊足艰苦啦，话讲哦，念我都咧念，哼，头啊足艰苦。伊嘛，你要念，有当时嘛无爱你念，就地位大将甲你拖带动，互你念，你唔念，催你念，催互你念，甲等三成内底够强啊，照力量。啊，无咱啊念，感觉完成这就讲，哎，无要紧，迄等下就定赢啦，等下就袂念啊，哎，笨的就袂念啊，就是安尼。啊，咱若无教人强修，无大众的力量，咱的念哦，薄薄啊，轻轻啊，经也无解安。咱若面对这个关卡内底关卡，你家咧念，感觉奇怪，我都看到内底咧扭扭无啥会出来，因为你无伫大众中，甲大众咧修的时阵，哦，人每一个事业需要你的时阵，你都去修的当中，你会感受会到，哦，大众靠力量。咱借用大众的力量了，七天或七，或三，或七，或一，咱咧一直冲一冲咧，感觉讲，哎，我内底这个劲有力了。啊，有大众的助缘，你唔叫迄个力量，家你内底只样物件，不苦，点啊地角呢？烦恼吗？切啊地角啊，无奈地角啊。心疼地角啊！你莫阿念错呢，那也袂当替你念啊。阿兰德教育所闻啊，供养佛、供灯、忏悔、还清债主、教恩释结，尤其咱今仔讲这时阵，嘛有一挂咱众生这英灵啊。心肝头会锁，后壁背着人娃娃会酸，迄种英灵啊！有人讲，哎，英灵甲女将，迄男将嘛有英灵，若无男将，哪有女将的英灵？敢毋是？所谓英灵吼，拢走伫是爸爸的身上。有人讲，哎，英灵是女将的，但是甲我男将无关呢，伊有会甲伊特别的关系。那无男将，哪有女将？有的人拢甲讲啊，其实上唔是。有的人哦，拢讲拢女将的代志，唔是男将佫较重。啊，客过来啊！男将叫女将客过来，这个叫算命的要担，叫女将担，足无公平。冥冥中啊！迄、那个气哦，赶过兵南将遐，啊也做女将的，感觉讲足艰苦的，真正艰苦是这个南将叫伊起起来。上生爱名利的，袂使歪理的，唔通甲名利当作歪理的，啊甲歪理当作是名利的。你若无叫伊客家，正常的夫妻，你若无叫客家，伊今仔落嘛，对无？很多事情拢爱属于这件代志上吊上走伊呢，再来判断这个因果。所以讲，无一定是上吊上唔吊，一定要看这个因缘法。包括我咧处理代志同款，我咧处理代志像开无形刀同款。感性有输，理性有输，法性有输，有上无上，有无上，每一卡人啊拢爱讲底啊好势，厝底啊厝底好势，静音效果问加足详细，才会当处理这件代志，才袂产生咧判了唔对，才袂后壁处理了唔对，时间法、地点、空间。是啥物因缘法？这是有常的事，这是感性的，爱看甲足清楚。这是病苦，病苦佫分是啥物病法？要安怎食药神书？要安怎贵人显现？要安怎自救？这是无常的，要安怎去
台湾设计病患清制度，也拢爱了解。有时候问就是安尼啊，啊，怎病理啊，无常病理法啊，袂使讲对讲唔对，唔对讲讲对啊。爱对众生爱有一个负责责任嘛，爱深入发藏啊，爱了解众生法啊，爱坚持啊。众生袂使服伊啊，爱个名利啊，哦，原来如此啊。因为众生就是对这有当时啊，对这佛法若无亲历，伊唔知影，处地分袂清楚啊，是道非，非道是啊。啊，都会呀！啊，咱都爱甲讲清楚，这是什么一面法而产生这个问题？这是什么病苦才会产生这个病的问题？啊，那么这个病内底是有啥物，拢爱去分析个清楚呢？未使甲魔当作病，甲病当作魔。众生就是爱看袂家己啊，甲病当作是魔，甲魔当作病啊。啊，到底是病啊魔，伊嘛唔知，啊，伊会知。因来讲啊，较欠伊个债也造出来，哦，原来如此。爱有了解，爱有众生知影讲，有家己拢知。你静落来了后，有修持也好，咱静落来了后，咱会知要安怎去处理，只要顺序。咱静落来念佛，咱会知要安怎过人现现，要安怎去甲只病苦慢慢甲排好开，一条一条用念佛甲调出来，这种。很简单的问题，也做好处理的，你自己可以处理的，你只要好好念佛，坚持念佛，啊，我看无，不是你看无，你自己念佛，你就看到，内底物件拢伫遐，你就知影巴肚枵枵未枵，那唔知影刚刚念出来，你就知影对咧疼，你就知影闭落就对咧疼，你啥也袂用用念佛甲闭落遐气，大多甲调出来，你足简单的尔嘛，爱用心，用心伊就出来啊，包括筋骨旁拢会出来。这样一条掉掉，慢慢遐就开啊，道道就开啊。啊，持久了，念佛了哦，开始肿啊，无用，一直肿啊，烦啊，杂啊，那袂。无念无代志，念了规身骨钱三万张，一直压起来，这嘛是有啊。啊，但是变喏，咱有静的一旁啊，你静落来，你家念，继续念袂要紧，因为本身你一直甲加当然啊，水咧甲拉内底垃圾一直起来啊。爱立起来啊！有诶，为取一烧烫烫，为整个出来啊！为规身骨发烧啊！为规有诶人念了吼，还夹一块肉啊！念了时阵吼啊，规身骨拢软哥哥。为虾米？反正这做要出来，伊嘛无爱帮咱刷啊，伊嘛甲咱气都掉出来啊！这拢这属实的问题啊！恁家己感受啊，因为讲出来爱大家听哈。啊，我敢讲我知知啊，属实的有影啊。哦，事实都有影啊！恁家念看卖啊，有时我问恁家念看卖，有时有来念看卖啊。闹这有当时吼，食寡营养品，伊若要出来了后，你个规身骨软哥哥。但是你身体好个济，啊，我无用来加你个吧，规身骨听要加着安尼，袂要紧。会拢出来足欢喜个哦，啊，为做你好啊，搁伫内底偷偷来。既然要做人啊，要修行，体会真济吼，啊，时间个观念足紧个啦。啊嘛，感恩大家拢有介扶持啊！啊，咱就一直修行就好啊！啊，众生啊，感觉甲药师法门，药师佛有缘，咱就自然甲咱扶持。虽然经济解歹啦，但是咱用心就好啦。每一项物件拢是用心来做啦，吼！啊，时间来关系，作为法师、菩萨、善知识，足感恩呢，足感恩再感恩。